日前，秦海璐接受采访回应情商争议，笑称这是微博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第一次上热衣，心情悲喜交加。对于自己性格太过直率，秦海璐表示自己没有顾虑，不觉得自己的方式方法有问题。能上节目反而让自己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秦海璐。面对网友的抨击，秦海璐表示说不生气肯定是假的，对于大家的不理解，那个时候没有感觉到我做的是不对的，但是让我换一种方式，我也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